路军独立团团长王云山报告。来了，红光满面啊。独立团全团人员团结一致，静候命令，随时接受，保证完成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。你少跟我贫嘴，过来。西风岭新一团花了一个上午都没有攻下来，现在的情况呢十分的危急，咱们团啊必须在天黑之前攻下西风岭，才能够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。师长，要我说看人不行啊，这个任务怎么能交给新一团老徐呢？给我们独立团的话，您现在已经在西风岭山头上晒太阳了。就你怪话多，天黑之前，如果天黑之前你还拉不下来，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经理，臭小子，集合，立正，向后转，敬礼。好啊，不愧是我独立团的兵。谨遵团长军令，独立团日常团结友爱，进入作战状态，各级指挥官各归其位，一切行动听从团长指挥，严格执行。收起。西风岭高度300米，鬼子两个中队，半永久攻势，火力强大。咱们兄弟部队啊打了一上午没打下来，所以这个任务落到咱们独立团头上了。天黑之前红旗必须给我插到西风岭的山头上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听不见呢。有信心。命令，三营营长宋万春，你们负责正面佯攻，打得越狠越好，把鬼子所有的火力吸引过来。是。二营长穆守业，你们营也是佯攻，从侧面给我撕开一个突破口，这时敌人会从正面去支援东侧，你们一定要拖住鬼子，打乱他的阵型，打得要快要狠，用最短的时间必须形成突破。是。一营长尤俊忠到，我把全团所有的轻机枪全部配给你们一营，一旦二营三营形成突破，你们一营抓住战机，从西侧撕开突破口，给我朝敌人主峰阵地狠狠地打，把所有机枪摆在最前面，用最迅猛的火力给我分分钟废了鬼子。我亲自率领团部直属队跟随一营投入战斗，进攻号令发起之后，代表我们成功切入敌人腹地，这个时候二营三营以最快的速度来跟我会合。是。这场声东击西再击西的仗一定要打出我独立团的霸气，有我无敌，给我拿下西风岭。团长，你出的招真好使，一下把鬼子打懵了，进攻发展顺利。好啊，继续向纵深挺进啊，在天黑之前结束任务。是。走。尹斌，刘先生转发一群急速上！团长，鬼子大炮，隐蔽炮位，预备，放！
你把高子藏得挺深啊！二月三幺，前面鬼子给我顶住！，把这个炮点给我端了！走，把那个炮点给我端了！走。二班长，在哪儿？团长，哪有鬼子担保？团长，这鬼子够阴的，把咱死死封在这儿。要挪炮，必须先把他解决掉。炸包，炸包给我，快！你干嘛，老姚？团长，别管我！你小子疯了！你不要命了？敌人等着你呢！团长，没时间了，让我上吧！再给我等一等啊！再等就前功尽弃了！团长，跟鬼子拼了！我上！团长，我也上！都给我闭嘴！我们一个个送死去！我他妈以后给谁当团长去啊？啊！告诉你多少遍了，打仗动脑子没记住啊？这都火烧眉毛了，动什么脑子呀？反了你了啊！老姚，三爷，快给我压下去！放开，王君山，我给你赔完！放开！王君山，就看你的了。大漠，记得，政委说过，当时苏联红军面对敌人猛烈火力点，炮兵用炮弹在步兵面前轰起一道弹幕，移动弹幕掩护着步兵前进，同时炸掉火力点。没错，咱们呀就用这个法子。不对啊，团长，这徐进弹幕是步炮协同，咱哪有大炮？没有炮，用手榴弹呀。炮弹手，集合！团长，爆破时候我上。樊春，咱第一次搞这个，没有经验，会很危险的。放心吧，团长，咱们团单兵比武炸碉堡，我每回都第一。论身手，咱们团谁比得过我？团长，没时间了，你让我上吧。好，注意安全。投弹。敌人机枪掩体，这个是咱们的位置。第一批手榴弹在这儿爆炸，第二批手榴弹在这儿爆炸。第一次爆炸的时候，爆破手和投弹手同时给我冲出去，十米的弹幕足够掩护他们了。投弹！投弹！第二批手榴弹。在这儿爆炸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已经成功到达机枪掩体下，然后把他给我敲了。
团长，大炮！哇！苏，好家伙啊！给我看好了，别让别人动。是，上力了。这是政委教训你的词儿，用我这儿不合适吧？以后战场上再给我撂挑子，我踢死你！啊，是。行啊，西风岭别的团啃了半天啃不动，王云山这么快就拿下。师长，我看这小子真是疯了。好啊，疯得好。团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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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这么高兴啊？你看，哟，日本的罐头啊，在哪儿缴获的？在鬼子的防御工事里。哎，团长，这个是啥味儿的？哎，肉的。还挺香。团长，来一个。哎，都拿回去。豆豆，拿回去。团长好久没吃肉了，给团长补补身体。是。等会儿，给我拿啥？给少爷们拿回去吧。他们啊，比我更需要营养。是团长，走吧，老尤，咱也看看宝贝去，啊？啥宝贝啊？大炮啊！走。啊！小心啊，团长！团长！团长！同志们，独立团听不听？有！有！王团长强不强？强！小心，小心点啊！小心，小心，慢点啊！独立团万岁！万岁！这同志们都不错，那好。团长，自打这抗战以来，除了咱们独立团，还有哪个团缴过这么牛的炮啊？是，咱以前打仗总是被鬼子的火炮压着，打今儿起，咱独立团翻身了。我跟你说，下回再干鬼子，我管他什么火力点，什么战壕的，我一炮全给他轰了。团长，对不对？你别吹牛，就这炮，你会开吗？我不会，我可以学，对不对？不光我要学，你、你、你、你们几个都得学。祝贺大家！啊，这旅长，旅长，王云山，准备好了。旅长打得不错啊。好吧。好东西啊，旅长，你认识这个？臭小子，考我呢？这个，日本96式野炮，口径150，射程12公里。哎，鼓掌！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行了行了，王云山，西风岭一仗，我给你进攻。谢谢旅长。这炮，我拉走了。哎，拉炮干嘛呀？咱们旅要成立炮兵营，成立之后，这门炮就归炮兵营了。朱旅长，我这个炮是我的同志们用命换来的。王云山，一切缴获归公。再说了，这门炮放在你这儿，就凭你啊，还有你们几个，会使吗？啊？我们学呀，对，我们可以学呀。立正！王云山，你们是旅长啊，还我是旅长啊？不是旅长，我这么大一个团，连个炮都没有，叫什么团啊？你又想违抗军令吗？行，
拿走也可以，不过有个条件。说，这炮在我这先放三天。不行，一天，一天不行我给你跪下了。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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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，只准一天啊。好，今天不算。嘿，你个臭小子。糖放多了。乐城178师的郭勋奎还在389高地死撑。是的，长官。这个郭勋奎还真是硬气，要人没人，要粮没粮，还能带着部队撑到现在。长官，这郭勋奎先后三次请求增援，我们要不要派兵增援呢？增援？178师川军的精锐，这川军呢，桀骜不驯，天生反骨。他们的总司令刘湘就让委员长很不放心，当时西安事变他就支持张学良、杨虎城，后来还跟其他几个军阀勾勾搭搭，图谋不轨。这个郭勋奎就是刘湘的部下，自从他来了我们二战区域，一直跟我们不在一条战线上，不是一个心思。如今日军进攻乐城，兵锋正盛，我们的后备部队还有别的用处，就让他自己跟日军去耗着，能耗多久就看他的造化了。我现在命令你给我死死守在阵地上，不能后退半步。师长。薛勇，你们几个不在阵地上，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师座呀，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，再打下去命都没了，咱撤吧。撤？我们身后是乐城的百姓，今天就是死也要给我死在阵地上。师座，师长等天。受伤了？这师长，兄弟，兄弟，混蛋！师长，薛勇那小子跑了。人各有志，随他去吧。师长，嗯，这二战区的国民党都不救郭勋奎，那为啥咱们去救呢？为啥？这个郭勋奎可不简单呐，黄埔生，后来去法国圣希尔军校深造，他的军事造诣非常的深厚，不仅在川军，就算在整个国军的序列里面，他都是佼佼者。更难能可贵的是啊，他有一颗赤诚报国之心，自抗战以来，178师场场都是硬仗，都是恶仗，包括这次的乐城。好的，像这样的一个爱国将领，真心抗战的军队，咱们八路军难道不应该去帮助他们吗？还是师长您有胸怀，您说服了我。你查一下，我们的部队哪一支离他们178师挨得最近？是。刘干事啊，这是前方独立团，不足七公里。王云山，怎么会是他呢？师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忘了，红军时期
红九师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当年红九师强渡嘉陵江，王云山的部队和郭雄奎的幺七八师血战了三天三夜，双方死伤惨重。师长，他们可是血仇啊！是啊，血仇。现在让王云山去救昔日的敌人。什么？让我们救幺七八师，救郭雄奎？哼，没门！对，救谁也不能救郭雄奎啊！说得对，不去。当年强渡嘉陵江，我们跟郭雄奎的队伍血战了三天三夜，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？就这仇，这辈子都忘不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年咱们团长发过誓，说以后在战场上再见到郭雄奎，一定要要了他的狗命。说得对，就姓郭的，团长绝对不答应。师长，咱们有救了。八路军方面来电报，说有部队在附近，可以向咱们提供增援。八路军？二战区见死不救，八路军却伸出援手。电报上说，他们离咱们最近的部队是八路军的独立团。什么？八路军的独立团？是。这独立团，咱们是别指望了。师长，要是真这样，咱幺七八师可真就……住口！你看看你，像什么样子？咱们幺七八师，自打出川那天起，就做好了血洒疆场、以死报国的准备。今天，三八九高地，我们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也要打出川军的气势，打出中国军人的尊严。郭勋奎，一代将才，硬骨头，可惜了强弩之末。命令，所有部队加入战斗，最后的总攻，正面进攻三八九高地，彻底击溃敌人，消灭郭勋奎。是。
铁月子弹放进了他，是，铁月子弹放进了他，铁月子弹放进了他，铁月子弹放进了他，再给我冲！团长，不能再冲了，日本人火力太猛，再冲下去，同志们伤亡太大了。是啊，团长，我们先缓缓，再想想办法，不行，我们到其他地方试试啊。再不冲，幺七八师就完了。团长。 我就问你一句，这幺七八师是我们的仇人，咱们牺牲这么大去救他，知吗？是啊，团长。你们以为我想吗？弟兄们，好样的！愧为川军的铁汉，现在是我们最后的时刻，也是我们最光荣的时刻。幺七八师，全体上下，自本师长到每一位列兵，绝不后退半步，誓与阵地共存亡。是。说过，咱们独立团倒，你要倒在建国的路上。我知道你们有情绪，我他娘也有情绪。但是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幺七八师给我救回来，因为这是命令。就算咱们跟幺七八师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但只要他们的枪口有一天还对着鬼子，他们就是友军，是战友。
杀一个是一个。呀！八路军的独立团从我们的侧后方插入。独立团？王云山的独立团？是的，独立团三个营齐头并进，攻势猛烈，我们措手不及，各部队在后退。什么叫后退？这叫溃败！狡猾的王云山趁我们主意力在正面，从背后偷袭我们，卑鄙无耻！中佐，我军被敌军分割，遭受重大伤亡，情况危急，敌国的军人绝不能接受战败的耻辱，跟我一起反击！报告，连队长命撤退。什么？撤退？连队长命令，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损失，放弃进攻，撤退。是。赶紧建构工事。放置鬼子反扑！是。王团长，要像风一样找寻最